点，真好香嘞！这感觉不好，加到鸡头头啦，加到鸡头头啦。每一个人拢会经过蒸的，啊，你搁肥皂，那蒸一个人有六七十肥皂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就真好肥皂，我就讲啊，这感觉都得到，对无？哦，对啊。我是感恩讲有这个机会，好啊，安尼来走这个黄氏的这个区块。你带我走一条路安尼来，自然就会爬到平面出。我甲阮孙兄吼，拢同个月生日啦，买一寡物啊吼，安尼买一寡食物来甲这个感恩村结好缘，人人欢喜，细胞就健康了嘛。啊，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谢谢。咱来去黄氏去。个人关怀回来，拢爱写伊个经过啊。安尼唔知怎样讲，这个个案伊即卖经营进度个安怎？个案的来龙去脉，你若凊彩要甲问我，拢有法度表达因个情形，吼、哦，因个需求在哪里？无写应该无记忆啊。头后你拍哦，边边会疼，啊，佫目睭细细倒呢，足艰苦个。阮囝嘛讲诶，啊阿妈，你啊坐会咧学电脑要创啥？食老唔认输啦，都一直想讲要学就对啦。啊，即嘛是还好啦，波波摸摸伫倒也小知影。反正袂晓我就是，唔惊见笑，一直问一直问啦，学无止境嘛。心态我拢唔输人啦。